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的这个选角的现场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面呢，选出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。接下来，有请他们跟大家见个面吧。有请。 是吗？是不是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是这样的，导演，这个女一号，我志在必得。谁给你的自信呢？投资人是我爸。漂亮。但是啊，导演，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事同仁，好不好？那肯定一视同仁呐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行。贾老师，我能不能给你照照相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主要现在是逆光，你拍不出来。这个你就不了解了，我手里拿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特意带了 vivo X27逆光拍摄。 功能非常强大，你看看，来吧，哎，啥事儿没有？你看看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今天我们这个试戏的内容。我们这个女一呢，陷入了困难当中，走在山里面被匪徒给截住了，然后体现她的聪明才智，怎么样成功脱身？理解了，导演。佳儿，哎，你先来呀。 行，导演，但是我有个问题。你说，我是个戏痴，我在特别入戏的时候，我很难把控自己的情绪。就喜欢你这样放得开的演员，知道吗？来，后面准备好啊！来，第一场试戏现在开始。站住！打劫！打劫！你要接什么？劫你这个人。 跟我回去做压寨夫人，别过来！混蛋！我做鸭！混蛋！我很混蛋！哎，不是，流氓！错了，流氓！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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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收了哈，来收着来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暴力，不是非常有爆发力的演员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好，但我没接到，这样我再调整一下情绪。你调整一下好不好？要接得住，好不好？接得住啊！那个苏，导演，我是这么想的哈，一个孤独的、可怜的、失魂落魄的女孩走在了回家的路上。说画面了啊，来吧，各部门注意啊，来第二场试戏，开始。站住，打劫！ 打劫！是你吗？是我。哎呀！哎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哎呀！真的是你吗？不是我。 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啊？导演是不是我？我也不知道。莫爱，那谁说？这就是你。就是你。就是你。怎么能是我呢？干啥呢？跟我分手，居然来这当山贼！打他！让他不认识我，还让他不认识我。你干嘛呢？你俩跑这两口子打仗的，干啥呢？这是。导演怎么样？状态好，状态好，你再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 咱们这不是女演员都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投入嘛。连我都削了吗？导演，哎，小吴，怎么的了？就是我觉得演员这么做，看到他受到伤害，我觉得会有点难过。你要伤害演员是不是？我现在想就是下一个我们的演法就是没有任何伤害，就是刚你还是演刚刚那个山贼，我还是演那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。来吧，好漂亮的美甲呀！开始吧，这边坐坐，快这样，导演，我把这万一啊，他这指甲稍微划了，我都不好，对吧？我就算算了，导演，谢谢。不是，这指甲不会招致任何伤害。导演，我保证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贾老师，这个指甲，贾老师，你别，来，贾老师，我来，
打劫？对。你要劫什么？劫你这个人。劫我这个人？好，随我去后山吧。停！
真是疯了疯了，怎么还从了呢？怎么还不是，我不是寻思让他把他带到后山去，我熟悉那儿的地形，我伺机逃跑。哎，不是，这是套路是吧？这对呀，我这想多了，再来，我理解错了，来、哎、再开始。站住，打劫。打劫？你要劫什么？劫你这个人，跟我回去做压寨夫人。做压寨夫人？好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可不能退货哦。停！张师，咋了？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是想着先回去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然后再伺机逃跑。你看，我晕。没事，这回我不打断，来，再来啊，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实习三遍，预备，开始，站住，打劫，打劫，对，你要劫什么？劫财。劫什么？劫财。导演的改词儿。不打断，继续演，来。劫财？怎么？刚才不是要劫人吗？怎么改劫财了呢？我怕领回去不满意不让退啊。少废话啊，劫财没有，劫人有一个。那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兄弟们撤。不是导演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好了，这就是你，我跟你说，有智有谋啊，成功的把这个土匪给逼退了。今天实习就到此结束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导演，我是觉得咱们刚才几位老师都挺辛苦的，我希望能跟几位老师学习一下，再演一出群戏。就按照贾老师说的，几位老师也辛苦一下，咱们来个群戏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剧情很简单，我们的女一号呢，为了舍己救人，坠入湖中，然后呢，身患重病，一病不起，所有人有照顾，发展的一系列的事情，明白了吧？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去准备，准备啊。好，开始。姐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 好冷啊！快点把那个热水袋还有厚被子给姐姐拿上来。来了，来了。快给姐姐捂上。山楂啊！好，现在感觉好点了没？感觉还是冷。这儿。哎呀。感觉还冷吗？感觉不冷了。哎，按您说。还是感觉冷。冷。还有，哥，走。啊！你为啥在冒汗呀，姐姐？这咋了？这是你在冒汗了？怎么了？快！姐姐快冷死了！太难受的了，这是。还在啊？按您说。最后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冷得不行了？可不嘛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太冷了。再去拿个棉被子来，最厚的那个。快点！别冷了，那个。不是，导演，这太热了。啊！你热得不行了。你是怎么了？你是哪儿漏了吗？我热了一身的汗。我今天真的是体会到了你们大家的辛苦。这个呢，我也想让你知道啊。你说咱们这些拍古装戏的演员真的都很不容易，他们经常啊是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，然后穿着反季节的衣服在那拍戏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就是把更好看的古装的经典剧呈现给大家。所以说你们真的很辛苦啊，给你们鼓掌啊。今天真的是体会到了你们大家的辛苦。你这样，既然我爸作为这部戏的投资人，一会儿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让我爸给大伙儿追加投资，好不好？这太好了。喂，爸。哎，我在你投资的那个《都市男女》古装剧现场呢。啊？这部戏不是你投资的呀？啊？是吗？哎呀！啊，不是你投资的哈、啊！哎，导演，哎，行，爸，你去投资的是哪部戏啊？